进来，大家。哎，恭喜关叔叔，今天可以出院了。今天待会儿去找徐大夫开一个出院小结。好，好的，谢谢啊。啊，那个，有件事儿我忘了，大夫开了这个药单了，我忙东忙西给忘了领了。你瞧你这记性，那快去。陈昭老师给我发微信了，我回复一下啊。好，好。 你看我干嘛呀？难道还得让我这个病人亲自去啊？哎，你说这雨晴怎么一提徐大夫，怎么就不高兴呢？会不会出什么问题了？吵架了？哎呀，你们就甭瞎操心了啊！要我说。 两口子不吵才不对，吵吵闹闹那才叫谈恋爱呢，知道吗？哼，心大，笑什么呢？你看，还装。哎呦，你都多大了还看这个？谁规定的岁数大了不许看呢？哎呦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啊。 昨天，那个昨天是因为我跟我弟就是被他气的，然后我心情有点低落，就胡说八道。但我今天已经好了，我完全没事儿。我是想说，昨天给你爸做的检查，他的血小板聚集功能都正常。 包括饮食、用药、血糖、血脂、血压的监测方法，一定要让他保持心情舒畅。如果感觉胸部不适，务必及时跟我联系。这么多都是你写的呀？嗯。我看你那儿还有很多这样的本子，不会都是给出院的病人写的吧？是啊。那每个病人都要写这么多吗？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。 你爸出院以后的事儿都安排好了？嗯，我打算等他们出院了，就把他们接到专家公寓去。不过是暂时的，因为我那个房子毕竟是借我朋友的，所以老住着也不合适，我会尽快搬走。各方面都合适的房子，不太好找吧？ 还行吧，我有认识的那个中介，他也在帮我尽快解决了。宝呢？爸，宝啊，爸，哎呦，来了！我都准备好久了。哎呦，好，宝啊，辛苦你了啊！好。 哎呀，这一段时间挺累的吧？不累，爸还不累。爸天天都看着天气预报，最近这天有点凉，你穿的不少啊。爸，我热乎着呢。您这么心疼我，那就是我勇往直前的动力啊，爸。哎呦，听听。好。哎，大姐呢？啊。
自从你爸住院，你大姐一直守着呢。哎，我让她早点回家了，家里还有老公孩子呢。哎，今天你这宝表现不错啊，一个电话就把车开过来了。这个专车还是我约的呢。哎，咱们儿子自己现在干买卖了，回头你把钱给人结了啊，对吧？对。你儿子开车，你还要给钱？钱反正是花在自己人身上，肥水不流外人田嘛，对吧？就是，爸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这车就是您的专车，以后您一个电话，我立马接您，你有什么事我直接帮你办。听见，听见没有？啊，这就是儿子，他就是不一样。听见，听见了。车放哪儿了？就那边很近。哎呦嚯，就看见了，很近很近。走走走走，好吧，停那儿了哈。真好。来，爸妈，哎，到了，好，到了。哎，先不用换鞋。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哈，嗯，这个是客厅，哎，这个就是厨房，做饭什么的都方便。好，这是卫生间，哎，哦，带你们来看看你们的房间吧。哎，你们就住在这儿，哦，这个房间比较大，床单呀、啊、被罩都是新换的，啊，床头还有新的血压仪。哎呦呦呦呦呦，瞧瞧咱们女儿，这准备的这齐，比我们自己准备的都周全。是是，那不是应该的吗？别在这儿站着了，你们在沙发上休息会儿，把鞋换了，我给你们倒点水啊。好，好，爸，哎，哎，好好，好好，先在沙发上坐会儿。行，爸妈，哎，这你看谁来了？珍姐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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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吧，我说亲自去医院接您的，后来郑雷说车上坐不下，给了我们一地址，我们就打车直接过来了。哎呦，你看看，哎，老乖啊，哎，祝贺你这个顺利出院啊，也祝贺你们乔迁之喜啊。好，谢谢谢，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。哎呦呦呦，谢谢，还有这个，你看来就来，还拿东西干什么呀？是啊是啊，哎，随便坐吧，坐吧，来来来，就是快坐。哎，好嘞好嘞，随便坐随便坐，哎，你们也坐你们也坐。好，爸，我就先走了，我这还得出车呢。哎，等会儿，爸爸刚出院，今天就歇一天啊。姐姐不开口，我哪敢休息啊？啊？啊，那个玉清啊，啊，你看一个月30天呢，不差这一天。我也有日子没见着雷雷了，那今天就别那么较真了，好不好啊？我只按协议看结果。为了我亲爱的老爸，我今儿就调休了。老爸康复出院，我不得做到拿手菜给庆祝一下呀？快点沏茶去。好嘞，好嘞。行，哎。哟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怎么就不能回来了？爸今天出院了呀。爸今儿出院啊？怎么不早说呀？你说了我去接嘛。这是干什么呢？把衣服全拽出来了。啊，那个就曲总说周末有一个重要的商务活动，说让我穿正式点。我那你又不在，我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搭。哎呀，我看你平时挺会搭的呀。啊，没有，那这不是都你帮我弄吗？哎呀，跟我约会都没穿过这么正式。瞧你说的，哎呀，这个蓝色衬衣，领带就搭这个，这行啊？嗯，行。我洗衣服去了，你赶紧把它收拾好了。哎哎，行。行。就这套。哎，老关啊，哎，是是是，这同事的房，幸亏人家闲下了，这也没地方住，没了。哎呀，这洗洁精没了。对，我去买一瓶吧，要不然不够用了。哎，那你顺道再带瓶酱油吧，咱们酱油也不多了。行，你别洗了，回来弄啊。哎，叔叔阿姨，我出去一趟，买点东西哈。嗯。那个爸，嗯，你要不要带什么呀？不用了，你去吧。行嘞，哎，老关啊，嗯，你这刚做完搭桥，有你这出门锻炼就不方便了。是，我给你个建议，你得发展点一些别的什么的兴趣爱好。哎，还真是。那您说我培养点什么爱好？打麻将啊。对呀。既锻炼智力，又预防老年痴呆。哎，我是不是刚买了一副麻将？
在那个震雷车上呢。对对对对对，哎，雷雷，你去把它拿来，拿去。对对，咱来两圈。不用。他刚出院，大夫嘱咐啊，说要静养，咱改天打，好吧？有打麻将能有多大动静啊？静姐，您不会是怕输钱吧？放心，我们俩牌技也一般，就是图个乐呵。没错，瞧静姐这话说的啊，不就是打点家庭卫生的小麻将吗？我那点退休的工资呢，还输得起？来来，哎，取牌去，拿去了啊。打电话给雨晴，问麻将桌在哪儿，快去。来两圈。五万，等一会儿。好，静姐，吃你一张牌真不容易。我碰五万，行，不好意思啊，静姐，吃不成了吧？来打一张，二筒，哎，这回轮到我能吃，我能吃，你也吃不成了，碰。你这合适啊？七条，好的似的，我再吃一次，有人碰吗？我就不信了，还都让你们给碰上了，一饼。哎呦，亲家，谢谢啊。单调一饼，胡了。哎呦，爸，你这牌技忒不行了呀！我，哎，你看你，光盯着上家，你怎么不看看下家？刚蹭的还打雷一饼，没人要呢，谁知道呢？这老话说得好啊，这牌旺呢，自然知手相；牌弱要打生死仗。老怪，你别着急啊，没准下把你就有。谢谢您，亲家，您不用教我。要不咱们今天就先打到这儿吧。我这也累了，老伴刚出院，需要休息。别介呀，亲家母，你听我说啊，有一句话叫做输牌不能输品，这风水它是轮流转的。对对，你说老伴现在撤了，他的风水来了，不就白瞎了？对对对对，轮流转啊。行，回来了。哎哎哟，这么热闹啊！徐大夫，徐大夫来了。哎，怎么了？徐大夫跟你一块儿来的呀？我在楼下碰到他，帮我拿一下东西。哦，还没吃饭的吧？哎，赶快做口饭。哎，不是，叔叔阿姨不麻烦，我吃过了。啊，真的？嗯。哎，老乖，哎，怎么还聊上了？他赶紧过来战斗啊！这不是，哎，对了，徐大夫，你会玩麻将吗？咱们一块玩几圈。爸，人家工作那么辛苦，就不能让他回去早点休息啊？是啊。哎，静静，您这是输了牌找外援呢。叔叔，要不？我玩一会儿，好，太好了，来来来，替我，来吧，这边请，哎，来，谢谢您啊，哎，不客气，这回咱们换个风啊，行，来，来，哟，我得上那边去，哎，他们家一个个啊，好，对，徐大夫在这儿，好，来吧。捉五回杠子，呼了，小壁虎，我截胡，对不起啊，行，再来，哎呀，真是。六饼，不行啊！小壁虎，哎呀！八筒，哎呦！静静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是四条半，哎，来了，哭了，大了，这还清一色一条龙。哎呦，这手气啊！这牌太大了，大了吧？我说您这牌打得太好了。哎呦，今天你说运起来了，挡都挡不住啊！我真想抽死我，最后打他干什么呀？别，轻点，行，差不多了，我觉得挺时间挺久的了，就撤了吧。哎，老乖，你看你这刚出院，这身体你老这么玩，你也受不了。输牌不输品，要不再打两圈吧？对，两圈，再打两圈，最后两圈，来。哎呦，徐大夫这脑子跟电脑似的，张张都记得这么清楚，让我们怎么玩啊？哎呀，那你们看，
回来，下次再说吧。啊，回来。主要是啥呀？主要是贝贝她一人回家，她没带钥匙啊，要不然她没法进家呀。对，我们撤了。对对，妈，那我赶紧送你们回去了。好，改日。来吧，好。慢走，慢走啊。帮我送一下。对，来送一下。叔叔阿姨，哎，那我也回去了。好。还有啊，最近尽量别玩麻将，输牌赢牌对心脏都有刺激。好，我听我兄弟的。大夫，怎么又变兄弟了呀？啊，我们不是一块玩牌的战友吗？那就是兄弟呀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好，哎，再来，我去送送哈。对，走。你吓我一跳，怎么还敷面膜呢？我看有几张快过期了，我就不用了吧。我说我的面膜怎么越来越少了？过期也浪费了，到时候我再给你买新的。刚冰镇好的银耳羹，给对门送去。不是给我喝的呀。馋猫，人家为你爸的身体，又费脑力又费体力的，得好好补补啊。你饶了我，你也饶了对门吧。你这孩子。行，我都没喝着。煲了银耳羹，让我给你送过来。替我谢谢关叔叔。这段时间家里人来人往的，老打扰到你爸，特别不好意思，所以那个，哎，你记得喝啊哈。不打扰，我挺高兴的。高什么兴啊？热热闹闹的多好啊。反正没有打扰到你就好了。那我走了。哎，等一下。对，那个谁，可可给我派了个任务，让我明天把这个搭出来。我这正忙着呢，你能帮我一下吗？可以啊，我刚好今天休假，最后一天还有时间。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搭好，可以试一下。拜托你了。是吧？哦，不好意思，我吵到你了，我轻点。没事。要我帮忙吗？没事，你看书吧。喝水吗？你别老看着我，你看着我就不会弄了。
哥，快请坐。哎，哎，我没迟到吧？没有没有，是我到早了。哦，是吗？哎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我从早上7点就开始准备了。哦呦，单独出来跟你见面，比上班的时候可紧张多了。哎呦呵，哎呀，真很好。啊，你喜欢的美式清咖已经帮你点好了。谢谢。嗯，小兰，那你约我出来这是有什么事儿啊？是有点事儿，但我不知道该不该说。是这样，小兰，在工作中呢，我是你领导；在生活中，你管我叫声哥。那妹妹，不管你有什么困难，跟哥说啊，哥替你解决。嗯。我想，我恋爱了。啊，恭喜！就是咱们部门的。啊。啊。他这个人，工作能力强，做事雷厉风行，还特别有男人味儿。啊。而且，不管是在工作上，还是生活中。都特别的照顾我。一开始我只是把他当亲人，但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满脑子里想的都是他，想忘都忘不掉。哦，妹，作为过来人呢，我特别能理解像你这样的年轻女孩突然遇到一个这么成熟、稳重，还有，有成就的男性，那肯定是情不自已。但是以我个人的看法呢，我觉得这样不合适。我知道我的条件配不上他，可是爱情是控制不了的，能控制的还叫爱情吗？也是哈，那你今天约我出来是想让我给你一个答案？嗯。啊，其实我也是很难抉择呀。古人云：“我生，君未生。”你觉得我跟小五不合适啊？小五？嗯，小五。今天叫你来，是我听说小五跟你的时间最长，我就想知道，小五这人靠不靠谱呀？感情上能不能靠得住啊？小五啊？嗯。容我想想，啊，不急，我等你。我想想。师傅，我没有辜负你的悉心教导吧？啊，表现还不错，但这只是模拟机考核。接下来的本场训练还有理论考试，你可不能放松哦。好，你说的每个字都是我的准则。雨晴啊，你这房子找的怎么样了？哎呀，挺不好找的。你想，要满足环境好、楼层合适、适合老人居住，并且还要有医院、银行、菜市场，离我工作地方也不能太远，还得是三居，其实真的挺难找的。嗯，师傅，你要搬家啊？算我白，你消息怎么那么滞后啊？啊，这公安叔叔一出院，这雨星带着家人住过来了，这不要大点的房子吗？你有没有推荐的？当然有了，我朋友就是做房产中介的。你等着，我现在给他打电话。
说真的，有没有舍不得搬呢？什么舍不得？不过说实在的哈，你那个房子还真挺好住的。你再想想，有没有什么别的？什么别的？那我总不能带着我爸妈在你那儿住一辈子吧？这万一以后你收我高额房租，我怎么办？我这可能……好嘞，谢谢，晚点去找你啊，拜拜。然后我会把钱给你的。给什么钱？哎，不能白在你那儿住。师傅，我已经联系好了。晚点我朋友会把合适的房源发给我，晚上我就给关叔叔看房子去。那就谢你了啊。谢什么呀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走，我请你吃饭去。好。没有你。我请你。爸，我等会儿啊再给你买两身衣服啊。哎，爸。爸，你怎么了？爸，怎么了？站一下，我现在就是。大爷，救救我爸！大爷，打120。大家都散开吧。爸，你什么狗屁医生啊？啊，救人还是害人啊？你把我爸给我打成血了，你知道吗？冷静一点。你的心情我理解，但是你父亲刚刚嘴里有血沫，而且手一直捂着腹部，我怀疑他是胃出血引发的咳血，他的血块卡在喉部，我必须让他尽快的咳出来。你胡说八道，就是被你打的，我告诉你，我今天，我今天，我这，哎，他妈，你妈谁呀你？在我背后站好了，别怕，我来保护你。哥，咱做文明人行不行？真做文明人。站住！好点没有啊？哎，没事，就嘴这块受点伤，身上有点软组织挫伤，没事。哎呀，还好把那老爷子救过来了，家属也道歉了。够拼的！我听说邻居要拉架，你都拦着。就让那人一直打到警察来，我怎么能让他拉架呢？他不能上手。你们这手可是拿手术刀的手，不能受伤。我宁可让我的脸受伤，也不能让他手受伤。没事。哎，东西拿来了啊，放这儿。哦。怎么想起来学病理学了？考博呀，我准备考博。你是协和医学院的博士，那林杰是湘雅医学院博士，在咱雁栖医院，你当个主治医师，那没有博士学位，你都不敢跟人说话。我准备再拼一下。我听出来了，这也是为了林杰呀。你等我考上博士的，考上我就追他，死追，必须把他追到手。我跟你讲啊，我当时我真担心啊，我真怕你们俩真好上了，我可担心了。但咱俩是兄弟，我知道你，我了解你。但我也了解林杰，他就一根筋，不撞南墙不回头。你必须得让他看明白了，他才能对你死心。平常看他挺高冷的，其实他挺单纯的。虽然他现在对你死心了，但是啊，我觉着还得需要一段时间。不过没事儿，我这不还没考上博呢吗？等我考上博也需要一段时间。现在我也不敢跟他开口啊。原来最爱他的人一直在他身边，他怎么就没发现呢？是啊，我都准备给他挂一个眼科专家号去了，我。书里有什么不懂的就问我啊。你现在不没什么证吗？你现在就给我讲讲吧。你往后翻第四章。
师傅，咱今天把你之前看中的房子全部再过一遍，确保你能够找到你满意的。原来你说的重要的事情就是看房子呀？当然。怎么，你不想搬了？没有啊。行。关女士，这套呢实用面积是96平米，最适合一家三口居住。您看喜欢吗？这还不到2点，这个屋子就已经这么黑了，采光也太差了吧。赞同，那我们去看下一个。请吧。这间采光好啊，全落地玻璃窗，窗外任何遮挡物都没有，视野很通透。从这里出去，不论是地铁还是公交，光步行就要小30分钟，对我父母来说太不方便了。而且你看这儿这么长一个走廊，好像也太浪费了吧，这个格局也太奇怪了吧。那下一个。这一套的采光和格局都非常好，出小区200米啊，就是2号线和4号线，还有5条公交，饭店、超市、菜市场一应俱全，1公里以内还有个银泰百货。我爸心脏不太好，不能受到惊吓。那个，关女士，你说咱这都看了一下午了，你一套也没看上，您是不是不想租房啊？我要不想租房，我费这么大劲我干嘛呢？总得挑到让自己满意的吧。是，你再想想，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面？还有一套，顶配。这套房子啊是昨天刚挂牌的，绿化、采光、交通都非常好，无可挑剔。而且呢，上下左右住的邻居呢都是老师，挑不出任何毛病。房子确实挺好的，房子很贵吧？啊，这个业主啊，他常年定居国外，他不图赚钱，只是想找一个靠谱的租客。房租呢就一直没涨，每月6000。6000？这怎么可能啊？你真是捡到宝了，他这个价格啊，比市场价低一半都不止。你看，你要是满意的话，那就先交个定金。我还想跟我父母再商量一下。你要选好哪套房子，一定要告诉我。行啊，就这么说定了。走了啊。喂。哎，孙先生，我再跟您核对一下，如果关女士订的是6000块的房子合同，那么剩下的6000块差价，我再拟另外一份合同给您，不然公司财务不好处理。行，那我把地址给你，你寄过来吧。这么窄，喂，到哪儿了？你们这胡同太窄了，车进不去啊！您走出来吧，好不好？我就在这路口这呢，等着你啊。哪里窄了？我平常打车都直接开到家门口的，怎么偏偏你开不进来？真开不进去！哎呦，这不到100米的路，您就劳驾走2步啊！你再这样，我投诉你了。行，您等着吧，我马上到，你出来吧啊。姑奶奶，哎呦我去！谢谢你啊，帅哥。
色刮挺深，850吧。不是，便宜点呗，哥们儿。大品牌漆本来就贵了，最多给你便宜50。不误。行行，补吧补吧。好吧，我先给你开个单子去。80块钱吗？我有点急用。老婆，你真好。哎，六豪，放过吗？进。志清哥，合同法务部已经重新修改过了，请您签字。没别的事儿，我先忙去了。702。小伙子，徐大夫还没下班呢。这是徐兴峰的快递，他家里没人，电话又不接。您知道他平时几点钟在家吗？这人说不好，经常加班。徐大夫，哎，要不这样，我就住这对门。哦，今儿我代他签收了，你看。行，那太好了。哦，您在这儿签个字。嗯，行。您在这儿签。我就写我名了啊。哎。好嘞，您忙着。哎，好。哎，回见啊。哎，回见。好嘞，周总，我现在就回公司取啊，取到之后我给您打电话。哎，放心。哎，瞧瞧，菜来了。哎，没事。啊，这么多呀？对，这就是香。哦。吃吃吃。嗯，这个点心我哎，听说，哎，回来了啊。哎，关叔叔，这个上午有你一快递，我替你代收了一个。谢谢关叔叔。不客气。哦，对了，白天不是下雨吗？啊，我看你们家那阳台上晾的衣服
我本来想把他收进来帮你什么一下，结果没钥匙进不去屋。谢谢关叔叔，回头给您拿一把备用钥匙。我再有这种情况，我就帮你，是吧？这是给您添麻烦吧？没有。那你忙吧。啊，走了。好了，哎，谢谢关叔叔啊。哎，不客气不客气。哎，你好，我马上过来。哎，你回来了。你慌慌张张去哪儿啊？我去吴奶奶家，她是个空巢老人，身体突然不舒服。跟你一起去吧。